其实我昨天发现了还有很多女角可以讲，但是后来我觉得说，我们就有始有终吧，我们就是先把成角讲完再说吧。其实我已经得到很多妃子了哈，那我想说，我们就讲到底。来，再来煮酒，诶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跳着讲。等一下哦，其实红舞它是比较 OP 的。不是橙色怪是红色吗？但这边这边都是橙的啊。陆雪琪，他这个角色其实做得非常的漂亮，而且都会动。哦，随便举只给你们看一下，你们就觉得说他其实做得非常漂亮。来吧，我们主线继续。哦，对，云游很重要，云游好重要，天呐！云游其实就我们当关手游的选坊啊，他做的很漂亮，直接走开。诶，对，他有膜拜，你们知道吗？哦，对，他的选坊可以试吃。诶，啊，我不是跟你说他有选坊，不是不是，选膜拜说错了。藤鼠完爆，所以体力的恢复啊，好样的这任务！这任务要叫我们再寻，也就是使用道具哦，试吃的选法。到底可不可以看角色？可以，可以。可以的吗？也是有机会可以得到一些稀有角。